没事的错，炉石传说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YY 频道90040，每周六日一二晚上的7点半到10点半，由少帮主带来的炉石传说的进一场直播。那么这周呢，稍微调整了一下啊，周日开始播，一直播到周三，周四的话待定，到时候看我周三的通知，好吧？就至少周三是肯定要播的。当心你的后哎，有点问题啊，稍微等一会儿。
我另外一个电脑出了点问题，我调一下。网断了，无线网卡的事儿应该是。选个谁啊？过牌多不多？古铜师僧吧。食尸鬼，刺客之刃，四费随从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刺骨不错，刺骨。小个子张二吃。喂，好了好了 ，OK 了，最后一张，哎，不是最后一张，倒数第二张，刺杀，不对不对 ，OK 的 O 啊，这牌不错呀，非常的不错，先开个福利局。四胜，我看时间今天应该是够打了。四胜，瓦利拉对阵乌瑟，荣耀赐予。过牌挺好。当心你的背后。四张过牌。完美的开局，硬币军旗踩死。有个人在 YY 上说没有 AOE 军旗和背刺，很荣幸见到你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忍一手，忍一手。好个，上二吃，开启传送门，压制，场攻压制。将会如何？我算算，好像不太够。不要。我们上。来吧。大鱼飞。不过下一轮硬币可以上十全食人魔大表哥。硬币，法师其实也不错。准备说上分这个了，来吧！放掉后，不要给他王者祝福的机会。友情推荐宝岛妹子演出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90040，强力推荐12902686，这应该是个 YY 号吧，我要刺骨他了。大这条死定，可别眨眼。真理就是我的盾牌。哦，有法伤是吧？哦，没注意。
这怎么办？自杀了吗？退定就退定呗，我能拦着你是怎么着？嗯，我想为了国王，这东西随便你，自由的事情，我肯定拦不住你。对我来说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强行换一下，下一轮应该是有大哥的大呀。连姐，行，连姐，胜利。哎哎，这就一胜了，你看吧。谢谢想快点好送的小苹果。这小苹果是多少钱、啊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。小苹果跟茶叶蛋哪个贵？旗鼓相当的对手，看得出来呀、啊、就必须跟你旗鼓相当了。怎么老是能抓到军期啊？关键是没硬币了这回。哦，十个小苹果等于一个茶叶蛋。可乐送出了一个茶叶蛋。可乐的意思是告诉你，哥才是土豪，拿的都是金电话。很荣幸见到你。很荣幸见到你。来和我喝一杯。来和我喝一杯，我的朋友。我喝酒，你买单。对面也卡废了，除非你硬币均期。否则你都绿，我跟你说。背刺，好评。求救救飞吗？原来我的号里好有 YB， 他想试试，哈哈，强行就送了。哎，也是无情。帮主位和无守护，这不等着你开的吗？哦，临时店终于换黄马了，这应该是爬爬吧。对面上了个银月城，我就不能忍了呀。我也一个人，然后脸破圣盾。你看我能脸破圣盾，你不行吧？这就是优势，看不出来了吧？台妹现在在直播吗？我问一下，正在播吗？是虎牙应该。要是播的话，我就准备去看了，就停播了，行了。那我先有事儿，就先下了。我这样做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有点过分？我觉得会的。这弄不死啊，感觉。这样吧，这样军旗踩了它也没多大意义。还是用圣盾换了核算，那圣盾换了以后没事儿干。选择很多。算了，上逃跑。维尔萨拉斯，旗鼓相当的对手。我们是旗鼓相当的对手。一会儿看完。
我的直播，欢迎大家去看我们的台妹直播。YY 号呢是那个。这牌我不亏啊，我觉得我可以连接他。哎呦，这个贪，我让你贪，我还真没什么大的办法。记住，菲尔萨拉斯打脸吗？我看你还敢贪，我看你贪一，我看看。真理就是我的盾牌。哎呦，他肯定盘，这都不用想。大哥呀，是不是有点疼啊？是不是有点疼？真疼！别眨眼！记住，菲尔萨拉斯。往下。有点疼啊。右手第一张嘛，两张刺杀不是白弄的。台妹就是之前在咱们频道播过的虎牙，这肯定打我脸了，这不用想。你就不怕我有嘲讽吗，年轻人？我还真没有。哥哟，能不能愉快的玩？嘲讽来了，但是得下一个。我们下。收工了。就死不了。复制谁啊？没防背叛。选择很多。对面肯定打不死我，能打死肯定已经打死了。选择很多。有俩刺骨肯定死，刺骨就打六，然后连结。我想海巨人，哎呦，还是挺狠的，哥们儿嘲讽就是多。就是突出个多我们的 Tendingo 记住维尔萨拉斯，这个就跟他换。我们上上个 Dingo 会好一点，复制不好。我还是要上嘲讽。选择很多。这人家有个沉默，是不是？有个刺杀，有个沉默的，就死了，必须得跟他换。祖先保佑我。怎么这么多八杠八呀，我真服了，真是服了。莲姐太疼了吧，不至于。
辑。这个姐，这个。对此我很抱歉。哦，有什么呀？消失啊，然后怎么解呢？融合巨人，然后呢？你不会认为消失是把我的随从拿回去吧？简直！我的瑶瑶先生，哎，也是邪星啊，也是邪星。等会儿啊，四加二，四加二是六，六加三是九，我是不是能炸你一下？想把什么？是不是可以炸一下 ？Nice。等会儿啊，我算一下，别算错了。七，二是九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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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家伙打得不错。游戏规则都没闹好，你别老抱歉行吗？打得不错。好，谢谢我迷了路送的一个血皮儿啊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可乐的茶叶蛋哦，可乐你说呢？嗯哼，可乐一个茶叶蛋瞬间升到五级了。对阵乌瑟，荣耀赐予我力量，当心你的背后。刚才是有点虚啊，别人打抱歉了，我肯定虚，但是现在想想也是可以接受啊。刚才脸差点绿了，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来个精灵龙行不行？两费最强精灵龙。淡水饿的稍微差一点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。报告，谢谢可乐送的一个小苹果，这个应该不是点错的。可乐也是非常的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，她觉得她点错了，是不是可以上一个大范克里夫六六？大范克里夫，范尼是特鲁伊，对吧？还有什么范巴斯腾，王者祝福，有点凶啊，就这么撞了，这没有加血啊，上个那个，你们都是些范佩西对吧？范德萨是吧？范加尔，对，范字辈的还是挺多的，听我们谁？范冰冰笑话，你真是邪星大哥，你以为我不懂得你上的是什么奥秘吗？我没上，真的是欺负我们没玩过这个游戏，肯定崇高牺牲。都是些不值一提的渣子。嗯，
那肯定我忍一手。这个时候我慌什么呀，对吧？范德萨，目标诺森德。胜利属于河南队，砸他，砸他，稍微差那么一点，但是对于我这种卖脸狂魔来说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医生，都疯了。三圣马上到手啊！正义。哎呦，这个要刺杀了，这个大哥的大得刺杀的。他加六，我砍八，我是优势一回合。大范确实赚的挺多，赚了一张王者，赚了2612点血，还赚了一张什么锤子吗？好像是锤子。范德梅德，对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范丑哥，我看能不能打死，打不死。哎，也不尽然呢。八九，九加四十三，死了。上个这个。安达利亚是我们的。轮到你休息了。是的，你说对了。打得不错。吾有弗洛伊德，我有范德一彪啊，范德彪，对不对？我有范德一彪。完利了，对阵。毛夫人，我是大自然的守护者，当心你。对，对手是星辰。后，范迪塞尔好评，这是个演员，这是个真演员。很荣幸见到你，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欢迎，圣光会庇护我。圣光会庇护。炸弹会教你做人。大哥哟，你可别贴片啊，你可别贴片，贴片就没朋友。愤怒可以接受。解吧，是从冒号挨骂吓散了。三二迅猛龙，我只能上张二吃了呀，也没得选啊。开启传送门，我们上。开启传送门。必须守卫这个地方。哦，守卫。潘达不，巴西利亚是我们的，感觉自己萌萌的。横扫千军。我要上范克里夫啊，费，我
只能上个四四是吧？四四别贪，我觉得。我想猛虎吧，贪一手，贪一手，就贪一手，就一手，就一手，就一手。对面卡手了，对面卡手了 ，nice。对面没随从，漂亮。这个得上，这个不上要绿，我觉得。胜利属于兄弟会。最后只有十三手。刺骨费用不够啊，而且刺骨只换个二杠二，我也觉得不值。大哥直接扫脸了，你敢信？你是有多强大？哎呦，换上大哥！你们都是些不值一提的渣子。两回合我还真打不死他，三回合差不多。三回合肯定死了他，允许你上大树好吧，允许你上大树，大哥这能玩能玩，好像你在一个火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这德鲁伊我就算刚才提前一轮解也是死，他的伤害已经溢出了三横扫，你怎么愉快的玩是吧？解了也没用。完利了，对阵乌瑟，荣耀赐予我力量，当心你的没血了背后。我刚才解不干净，我那轮解的话他那个丛林守护者还能活，刚刚那轮解不干净，如果没有那个猛虎的话。很荣幸见到你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收工了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没事，不就进入败者组吗？IG 也进败者组了，我也没看他们，直接就绿。开启传送门。小个子张二吃，我没有被刺，要绿。来和我喝一杯。来一首。少一个豹子是打三血啊，别人是横扫。横扫是溢出了三点伤害。对吧？医生，这是我的领地。圣盾，撞一下，撞一下。谦虚，亏不亏卡？我就问你亏不亏。就问你亏不亏，金狗到底流血了。你管那个叫做武器？骗人强换，行行行，可以接受。马上沼泽爬行者。
毒刃大贩。算了，用不着毒刃。想把什么炸平吧？我们上。大贩上去就得是六六，要不然都不好意思上。战吼奥数飞弹，哎呦，这大哥对面已经绿了，我跟你说，已经进入到绿的状态了。你准备好尝尝这个了？哦，是的，你说对了。哦，是的，对不够，你说对了。算了，我们上。公正之剑，我怎么没有个熊猫呢？规则也是非常的不开心呀、啊。四杠四是吧？我看看啊，毒刃打脸，刺骨解四四，让范克里夫，范尼是德鲁伊呀、啊。没事儿，这牌大法师随时可以去沉默，沉默完打死对面。好，哥，死了。哦，熊猫已经卖了是吧？你的魔法也救不了，接受了。别眨眼，你们都是些不值一提的账。上，打得不错。9:20了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我要去看看台妹，喜欢台妹的我们把台妹的 YY 号发一下啊，来场控发一下，结算一下，信仰圣光吧，四圣。台妹是我们频道的签约妹子，所以可以直接去看，放心吧啊。YY 号是12902686是吧？啊，去看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其他的朋友，我们带你们去看，看，谁去看看千雪是不是播炉石呢？没播炉石啊？古剑，那去看大人吧，其他朋友去看大人，来场控给红线给到大人。上一次的竞技场打了一半，应该是个盗贼，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个盗贼。是一个四杠一的贼，这个贼有一个毒药，三个刺骨，没有背刺挺可惜的啊。然后小个子张二吃，年轻的酒仙。背叛一个，毒刃一个，风光投弹者，小软，金七，辅助食尸鬼，广东十僧，剑圣还不错，我记得还可以。巴西利亚守望者，两个啊，有个大范，对，有个范克里夫，两个刺杀，一个憎恶。后面稍微乏力一点，只有一个大表哥和一个大法师，前期比较强。二吃好，谢谢大猫送的15个萌。好，准备开始了啊！必须巴西利亚是我们的，那张牌还挺好的。信仰圣光，七圣，先开始七圣。什么事？大哥场控，搞定了吗？完利了，对阵。
好，大家注意一下自己麦克风啊。为了毁灭之锤，当心你的背后。对面是萨满，刺杀可以先弃掉一手，破法也可以换一点。雷霆都成为场控了，实习场控是吧？雷霆打得不错，为什么没换个军七给我呢？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那破法回手率就有点高啊。忍了吧，第一手也没得干。谢谢小七送的十五个萌，很好。第一个图腾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可以直接砍掉。中韩对抗赛吗？你说的是？今天好像是打了不少场。喂，好，大哥哟，这我怎么上？只能裸上小软，没得选啊，没得选。人手人手，雪人，这东西太凶残了。我要上蘑菇山，也就是巴西利亚守望者。如果用刺骨的话不太好，因为会浪费费用。安达利亚是我们的。如果对手有科多，我也没招啊。我想让敌人吃枪子。雷毛统兵，哎，可惜我的小软没有立什么功劳就死了。非常的伤啊！我用一个五费是吧？五费用一个这个，主攻十僧，再用个刺骨，只能这样了。我们上卖血把它解干净，这样的话比较节省，比较节省。他招图腾时还得小心，万一招个一杠一呢？有科多，他刚才肯定上了呀。Dingo， 是的。我这费用总是差一点。大法师加上刺骨的组合打不出来，逼得我只能上表哥了。苦降临。这个地方估计会买到一张寡。萨满就是嘲讽狂魔，哎，确实比较多。不过现在这个局势可以接受，对面手牌呢也不是啊，真的可以接受七张啊，大哥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不过我也是七张，但是我有一张是硬币啊，碧蓝龙，漂亮，我刺骨交做人了啊，大刀贼加刺骨，对面还是很轻松的把我解掉，就是这样。六七十圈食人魔，可大刀贼砍不死人也是非常的伤，不如小刀贼。我看看啊，我想无面十圈食人魔加刺骨吧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六杠四，这样的话配合一个火元素，他能杀我。我拿火元素怎么办？果然是火元素，而且是算是比较神抽的一个位置啊。那也可以接受，也可以接受，因为我们还可以白吃他一个火元素。我的刺杀呢，哥？我就问问你刺，哎呦，治疗图腾，这个有点伤。大刀贼吧，没办法。小个子张二吃。我的个人建议是不要张二吃上去了，占个嘲讽三三比较的好，这样的话还能保一下自己的大表哥。
二吃冒泡这局稳了是吧？有道理啊，凡是有二吃的局面都是很容易打赢的。破法沉默，看来还是要解我这个六杠一。雷珠战斧连解，你也是条汉子，真的。小鬼召唤师，对面也是非常的疼啊，手。我要做点事情，我觉得不再做点事情的话，对面觉得我是，对不对？我是个草包，我不能一费变成十费，十费就是五费，五费加五费，可以啊。选择很多。十费是吧？我看还有什么组合，沉默，用连解这个，对，吃这个，憎恶好吗？憎恶不好，会把二吃卖了，不太好。但是沉默也不好，还是大法师加这个就出个六六得了。我觉得八八还有可能被崩，该刮还是刮，不要浪费。再刮就决定。不放小头。尝尝这个了吗？胜利属于兄弟会。对啊。可以接受啊，可以接受。六六可以。因为小个子是下回合才能生效，因为它指的是什么呢？每个回合第一个随从，小个子也是一个随从，你已经上掉了。连姐，硬币不浪费啊，都什么局面了你还舍不得那硬币，加二加二呢，一个硬币。这应该是买掉一张刮吧。对，所以我上八八还是个刮，没意义了。你在开玩笑吧。我的刺杀呢哥，没刺杀真的是真的好吗？刺骨，刺骨打不死啊。真是不爽。我想然后等我啊，撕了呗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别眨眼！关键我不能卖我大法师嘛，对吧？对面解不掉。小软，哎呦，这小软，得亏我砍了。对面很稳啊，他怕 TC 幺三零打得很稳，但是我这一张背叛，这是不错的，肯定要判啊。死保一下吧，别眨眼，死保。我们上。你就是打不死我憎恶，小个子不着急上，上去也是死。把扳手递给我。猪上面加。对面过牌真好。张六嘲讽正好能死，但是我也有点亏。那还得撞。看我过一张什么牌啊？把扳手递给我。强行看一下。音乐城是吧？可以。音乐城永不陷落。让小个子召唤。开启传送门。别眨眼。小个子张二师。这样的话，我铺场三个，对面想解我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，除非他有闪电风暴加法伤图腾，对吧？就靠二师了。
上土元素我也不怕，我沉默他，对不对？我估计是有闪电风暴，要不然不会去砍我二十四的，或者有插闪。哦，他谁？他砍了二十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也得卖二吃，现在不卖二吃保不住我的小命啊。二吃不会因此生气的，对不对？大哥用得着这么狠吗？自杀之锤疼不疼就问你，问你疼不疼。哎呀，我能不能一招把他带走？算嘲讽就是多呀，你也没招对吧？打脸了，怎么了？记住，维尔萨拉斯，我没有足够的法力值。哎呦，费用不够。你要是解不掉我，你就死。这局你赢了。这局你赢了，朋友，打得不错，城墙贼，有道理。因为他已经砍过一次了，所以只能锤一下。我的声音可能是因为刚睡醒的缘故，我多喝点水啊。还有点朦胧，我还停在刚才那个美梦当中呢。你知道我梦到的是什么吗？我梦到吴彦祖带着他的孩子去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了，各种纠结参加活动什么的。这你，我觉得我要是个妹子梦见个吴彦祖还可以接受，对吧？大哥的大呀，我就刺杀肯定是要换掉的。很荣幸见到你，收工了，结束回合。因为吴彦祖是个女孩，我觉得我是喜欢她的孩子，特别可爱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嗯，不是。不是吴彦祖的孩子是个女孩啊，不是吴彦祖，是个女孩。我们上，谢谢二师送一个血瓶儿。我感觉很难受。呦喂，我不砍了你，我的肉肉鬼。我们上，不疼不疼就不卖血，这东西我还能卖得过术士吗？开玩笑。硬币，全体注意，紫罗兰教师啊，三五的话炸弹人家刺骨可以解，对吧？想把谁炸平吧，这问你死不死啊？对，就这种感觉舒服，打得不错。炸弹人真的是一张稳定发挥的小卡片啊！这个地方不上魔骨山，万一对手五费有个那个玩意儿，对吧？受不了。允许你地狱泪焰，好吧？万一守望者被吃了太冤了，还是三三比较好。炸弹人绝对成卡品质，在这套牌里有三张成卡，一张叫什么什么温范克林，哎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发生这种事的话呢，我就非常的抱歉了啊。巴西利亚守望者是成功躲过一劫。对，艾德温·范克里夫啊，第二张橙卡呢就是这个疯狂的投弹者，对吧？第三张橙卡就是小个子张尔吃。真理就是我的盾牌。对方上了千血，刺杀漂亮。谢谢90040送的一个血瓶，这位是哪一位？是的，对了，上，
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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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说吴彦祖是我的，潘达利亚是我的，吴彦祖是你的。我的眼睛，大地之环小音，我是阿格斯之盾。哦，我是阿格斯之盾，背叛，死不了，背叛死不了，背叛死不了，那就连结吧。上个带输出的。先用他撞，说对了，再用他上，哭吧。我们该干什么？我还是解干净了，还是解干净了，付出代价。稳一点，稳一点。别上四个怪，万一人家把憎恶给拽过去了，我也受不了。就城墙贼怎么了？我喝酒，你买单。年迈的酒仙，得亏把他清了，要不然他回来又加一下 bug， 非常难受。强行胜上一个三五，终于可以背叛了。走了。攻击力是刚刚好。一点不多，一点不少，八点打得不错，这就六胜了啊！这一套非常平滑的盗贼，就爬到六胜了，也是非常的不虚啊。李老师回来了，李老师跟我说，帮主我才回来，去马来西亚玩了一个星期，差点害怕回不来了。李老师，你去错地方了吧？你居然去马来西亚，还坐的是马航，李老师，你这勇气可嘉呀！完利了，对阵完利了。谢谢二师送的一个血瓶。背后，你死到临头了。谢谢李老师送的几个萌，几个意思不让我点。猛虎下山不要，塔斯丁狗留下。负伤剑圣可以留一手。哎呦，换了个刺杀，这手叫 Lucifer Go。 很荣幸见到你，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，很荣幸见到你。当匕首，看他砍不砍，不砍就有毒药，有毒药是吧，年轻人？这毒药怎么？我也有啊，我也有，相信我，我也有。为了十字军的荣耀，啊，哥哟，这我拿命解啊，真是我哥。我们只能用连解上 Dingo 啊。开 Dingo。没什么好的选择，对手有农药，没有毒药，有农药。为了十四斤的农药，你怎么玩这个游戏？果然是有毒药，这个你拦不住。但是小软毕竟还是有它的价值的，能啃掉一个三公毒药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小软卸一个，哎，武器加一手，忍一手，加一手就可以上刺杀，或者是大范，或者是刺客之刃。大哥，你不能还有毒药吧？南海船工好评。这样的话，我又进入到卖血状态了啊，卖血状态。有本事捏软，好吧。哪三成啊？一个是艾德温·范克里夫，一个是疯狂投弹者，还有一个小个子张二吃，这三成，毕竟三成是吧？嘿，伙计，徐
血翻，哎，这可以接受。为了那是他。暗灵之语。大表哥呀，肯定。表哥，表哥，大表哥。有什么？抱歉，抱歉，抱抱歉。买你一刀刺杀行不行？对手上的是微软。毒药脸丝，好，是个战士，是个战士，准备动手。难不成你敢打脸？难不成你敢打脸？嘿，我这暴脾气，还真敢打脸！你不知道我叫城墙贼吗？大哥，城墙呢？说好的城墙呢？你这不是逗我吗？四七，不敢卖啊。选择很多。刺杀，只能这样。不敢卖呀，我主要是。允许你打脸，好吧？下一手是抓城墙，允许你打脸。让你们见识一下。正在打地基，好吧？又打脸，是不是朋友？没城墙真的要绿了。哎呦，脸，脸没解。我的大宇宙要爆发了！首先，先撞一下。我要上范克里夫了，不要拦我。我要算大范范克里夫，上剑圣，有本事你砍死我大范，六杠六大范等你来砍，等你来战，好不好？八点血翻盘，下一手抓城墙，谢谢爬爬送的小苹果。海盗的标记是南海船长。你在开玩笑吧？风险投资雇佣饼。雇佣兵来了，对面脸撕一个四三，刺杀漂亮。这个地方我覆面不了，那就刺杀吧。刺杀完了剩四费是吧？那也得上场。这样不好，不好，好疼啊！晕七吧，上去，这家伙死。你们都是些肯定不能连解了啊！哎呀，这个局面啊，一张牌对面不可能打我八血，特别的稳啊，特别的稳。无认，哎呦，打脸！大哥，你要出一火车王，我算你赢行吗？金七踩脸，那你这也是蛮拼的呀，年轻人！我的城墙呢，哥？城墙呢？我就问问。对面盗贼 Lucifer 也是蛮拼的，大哥哟，要个城墙这么费劲。你准备好尝尝这个了吗？营业城永不陷落，没事，抽不到诺森德就赢，没事，好吧，最多是个刺骨。你想要玩吗？严术士，那他完了。城墙无面复制城墙，城墙无面复制城墙，来一个城墙。大哥哟，我有七八张嘲讽呢，我记得用得着这么凶残吗？记住，真是我萨拉斯撞了撞了撞了，伤害不够啊。七十三十四差一。哎呀，忘了吗？记住，奎尔萨拉斯。他也不抽牌，我怎么着？让我速速你打脸啊！往下，他别抽疾跑啊！
别抽疾跑。别抽南海船工，好吧，别抽诺森德，别抽狼骑兵。 Nice 啊，小软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这牌咱们就突出一个皓影们，早来啊。哎，这打不死，可别眨眼，上一轮来的上一轮就死。对面有点不坚决，要么打脸，对吧？要么就是解怪。好，谢谢二吃送的血瓶。又是盗贼，为什么盗贼这么多？最近今天遇到三个了。你的背后，你死到临头了。好，警探没开。信仰圣光吧，十圣。问十圣行不行，我觉得打盗贼挺虚的，我这牌收工了，很有可能就绿。很荣幸见到你，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很荣幸见到你。我有毒药啊，告诉你了，别上三血怪，突出一个砍。这骑手比较差了，已经。这是硬币上军七啊。为了十字军的荣耀。对面都是这牌啊，这种。十四斤的农药，你谁惹得起啊？不就九点血吗？我这年纪这岁数，我怕你？不就九点血吗？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飞刀杂耍者头上。肯定上丁狗，然后砍掉。九血而已，硬币加三费换了我九血，我也是非常的疼痛啊。城墙已经到位了，我这牌而不怕卖脸了。这牌大哥用得着这么狠吗？真的用得着吗？我就问你，我必须背叛了。其实上个蘑菇山也不错，我觉得他肯定跟我换。哎呦，这胆儿真肥呀，年轻人。背叛三费什么都干不了。但是也得判。我们上。因为不判的话呢，对面这个四条我解决不了。十五血。现在在场攻上来看，我还是优势。他得上个匕首，上匕首只剩三费，对吧？我拉八，我没有笑笑，这点是比较尴尬的。这个局面应该还是猛虎下山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证下轮能换掉他古拉巴。三六嘲讽也不错，就怕他有刺杀呀，有刺杀就绿了。了泽主要是怕有刺杀。选择很多。还是老虎吧，稳一点。好的，伙计。我们上。
四七不好，四七打完了别人剩六血，六血没那么减，对吧？六七十全食人魔，我肯定得上去挡一下，上两个嘲讽吧。我想，想想，想想，无面不敢呢。我想，无面被刺杀了，准崩。因为无面。还是嘲讽的文艺，我看两个。收工。这外里拍不错，质量很好啊，只能说质量很好。能不能抽一个刺杀给我？这边动一七，吃三三，好，场攻是很高的啊。我就铺场嘛。你准备好尝试这个了吗？给个四股也行，不给刺杀你给个四股行不行啊，年轻人？别这样。复制这个大法师，然后要刺杀刺股我，刺股我是吧？哈，这军七漂亮。被刺还非常的好，看来没有刺杀，但是我怎么办呢？必须抽刺杀呀，不抽刺杀就是绿啊，抽刺杀也绿了，抽刺杀也绿了，没招啊！真是没招。大哥，别打脸！对面也刺杀。然后有个刺骨，然后有个攻击，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神抽也救不了我，怎么办吧？你说这个游戏对面是不是开挂？对面是不是开挂？我都说好了抽什么牌了，他都能赢我，怎么办？对面太凶残了。看来我的外挂还是没有冲到顶级的 VIP 十二级，我需要再续费。没有 V 十二真的是很难打，在这个游戏里面。现在我只是 V 七。Valila 对阵 Uther， 荣耀赐予我力量。当心你的背后。这个局面可以留一手军七的，打圣骑士是吧？刺骨倒是可以不留，我觉得。还可以，这盘肯定赢了啊，肯定赢了。很荣幸见到你，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上一杠一小兵，报告！熊猫酒仙，喝一杯，
加制。因为对面是一攻，所以我不太怕上圣盾换我。圣光会庇护我。大哥，我就没个血骑士或者是刀扇吗？也是非常的不开心啊！叮狗叮狗叮！必须叮狗！我怎么觉得要被奉献的感觉呢？这个圣盾要解，因为怕王者。你管那个叫做武器？黑铁矮人，漂亮。这么换的话，我觉得我是亏啊！我订购是张四费卡，非常的不开心。其实，不认一下，接受挑战，撞掉。军事，两个人场攻军事。工程车，这东西砍不死，那就上大刀贼，先砍死个淡水鳄啊！允许你骚扰，我都装我有毒药，他为什么不信呢？这牌肯定优势啊，下轮六费啊，他觉得我砍不死，哼。你错了，年轻人，你这个牌不赚，只赚一张，应该说是一张平等的交换。报告！我好想用军旗踩死那个迅猛龙啊！真的好想踩死迅猛龙，这种感觉怎么办呢？背叛，军旗连结，是吧？就这样了。不亏啊，关键是咱们优势。对，大家最近啊少打竞技场，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赚钱的话，攒钱，因为要开新版本纳克萨马斯啊，下周三。什么妹子问马甲哪里有，快点告诉我，根本没有啊，骗我是吧？你的魔法救不了你。我们上。就是这样。什么剑？大宝剑。让我龙世僧逼你砍我。收工了。剑圣不好，哎呀哎呀，小软来了，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，大哥，哎呦，6-3这么凶，不怕我碰瓷儿是吧？报告，只有一区免费啊，二区又不免费，痛苦，先来一张。再来个圣盾人吧，我好想上炸弹人，但是又炸不死，觉得挺冤的。我想人生永不泄露，我上。憎恶不好，憎恶被真心剑直接就砍了，现在这个局面真心剑解不了，圣盾挺好的。我是对第一个月是免费开启英雄，大哥逗我呢，你逗我呢，火车王是几个意思，别闹行不行，
我是城墙贼，你别闹行不行？俺的名字叫城墙贼，我怀疑他是复活，估计是复活。你看复活，记住，允许你复活，奎尔萨拉斯，允许你复活。我是炸弹人的神器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战吼奥数飞弹成卡品质就是你不二的选择，非常的 nice。复制一个两血的破随从有什么用？当然，复制六杠六这种比较好，是吧？还带圣盾，是不是这样？年轻人，能不能来个刺杀什么的？哦，刺骨也行啊。刺骨的话也能弄死，先复制一个。大哥，我脸丝是不是太汉子了？脸色太汉子了，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别做了。脸色的话剩六血，稳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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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个年纪这个岁数已经不适合那么拼了啊，已经不适合那么拼了。稳一点，海阔天空，对吧？肯定要解，脸色可就绿了一会儿。这样的话，一个奉献我觉得可以接受，他肯定换我二五吧。这你敢信？要泼脸，我怎么觉得？大哥，居然不解脸，那你就没有机会了。嘲讽，城墙贼，好吧，我的名字叫做城墙贼。打得不错，双嘲讽，我手里还有嘲讽的，好吧。谢谢二师送个小苹果，谢谢迷路了送了一个雪瓶，什么说我200包的什么意思？让我200包再开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也可以接受啊。哎呦，二痴都混到第四名了哈，二痴非常有实力，上榜了。德鲁伊是吧？我决定留一个刺杀，我就感觉他要激活跳大哥，他是一个传说组的选手，一定非常有实力。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这几把都没有抓到过二翅，确实是。谢谢这位朋友送的十个萌，炸死他！绝对是完美的收割，看我的！连结，这就是我的风格。哈哈哈！大哥，野星星际这么凶，用得着这么凶吗？这你敢100年没见过毒药，好感动啊，好感动啊！100年都没见过毒药了，不是怂的问题，是因为我如果炸不掉那鱼人，我被一个21鱼人就撞掉了，你知道吧？脸非常的绿。对手上了贴吧鱼，被我神抽了个毒药。我的风格是开局让九血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九血已经没了，开局让九血，好疼啊！我觉得。明月城永不陷落。不疼，有本事你激活上大哥大。上千血好不好？
这把牌我跟你说闭脸都能打十二声，相信我。应该如何应对？贴吧熊，记住，维尔，这个地方用这个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圣盾会被横扫带掉，尽可能的避免啊，这个圣盾没有换到血量。这个地方不要卖脸。猛虎下山不错，我上大表哥了。稳，哎呀，这牌我觉得非常的稳。哎呀，就在商榷我这张牌出去，不过也无所谓。我是上法师也不错，因为法师能打五个。这几个意思啊？对面很自然的错误啊！终于遇到演员了呀！终于遇到演员了呀！维尔萨拉斯，好开心啊！你准备好上的这个了吗？终于遇到演员了，多久没有遇到演员了？他们都将服从于我。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。四杠六，二杠三，吃了它。首先呢，先无面一下，是吧？不是不是，对，无面的无，哎，没无面啊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大表哥撞了他，拿回来。表哥再上去，有什么好话？我去吃他 ，OK 的 ，O 啊！上大树他就死了。横扫可以接受。只有我这才有最好的买卖。打击，连解三二，小个子张二吃，啊，拼一枪了，啊，已经死了，不用拼。让我诉说你的痛苦，别眨眼，攻击，上。打得不错，九胜了啊！我看看啊，下面30万虚不虚？虚不虚？对面即便有橙卡品质的张二吃也没用啊！迷路了和迷了路，迷了路老迷路了，张二吃迷了路，谁去解救一下他？瓦利拉对阵吉娜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30万人危险了，真的。对面居然祭出了绝技后手法师，这不是拿命都解不掉的感觉吗？毒药好评，有了毒药前期我就不虚了。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哎呦，大哥，范克里夫看来要四费，就上个四杠四就得了。别上后手硬币最强开局精灵龙行不行？要不然又是九血没了。最好什么局面呢？对手上一个
三血的什么食尸鬼什么的是最好的。果然是精神龙啊，你为什么不后手硬币上呢？也不能背刺，对吧？砸死你是不是不偿命？哎呦，真是个失误，还好我有个保底技能。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都是军事，好吧，军事。为了十字军的荣耀，怎么又是血色十字军啊？大哥呀，我就牌怎么都那么好啊？哎呦，真服了气了，真服了气了。把把血色十字军的农药，玩不玩？还玩不玩这个游戏？明显看起来我这个比他乏力一些嘛。鱼人就打破场子，我这盗贼没优势。有没有熊猫？有没有熊猫？龙士三也不错。嗯，啊，可能是他们战斗力实在是太低了。我把扳手递给我。还是发明家。哈哈，是的，你说对了。下一轮，对手上硬币了，六费千血吗？真理。就是、果然是四杀点，还可以，局面还可以，局面还是可以的，都可以接受的。嘿，重点中心！六分。猛虎下山是吧？我这大法师一定要配合刺骨解他的猛虎。这可能是要买呼啦了呀。让我买呼呼去。允许你呼啦啊！这样的话我就战场了，大法师战场。这个局面这么上已经不亏了，因为呼啦的话我能战场嘛，我已经算好了他呼啦了以后我能战场，所以我是不亏的，他呜呜肯定出来打嘛。双狼士卒准备应战。寒冰剑，这个大汉死有点冤啊。就是这样，我戳戳啊，我戳戳看，上个这。准备好尝尝这个了吗？嘿，给我点时间。我点点点。小范是吧？艾德文小范里夫。局面崩回来，搬回来了。现在我们有的是手段，我肯定不亏啊，优势好吧，巨大优势好吧。我瞅瞅看啊，我瞅瞅看、啊，大表哥加踩不死，不能大表哥，那就铁棕灰吧，铁棕灰。
军旗特工，这一套我死定了。我们上。好像还是打错了，应该还是上半血，因为这个无血也能被胡拉死，他九费了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多费了两点血。哎，他没胡拉，你就没胡拉，你就没有胡拉。他骗子，你别骗好了，我是逼他胡拉的，要不然他两费还能占个随从，我也忍不了。逼着他呼啦，他也是很难过。我现在场上站这两怪，他也解不掉啊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像你这么小个子，不是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像你这么俩。我求，好评。又开始抢血了啊，这个年纪这个岁数。我的城墙呢，城墙贼的城墙呢，要复制是吧？哎呦大哥呀，你别复制啊，你的魔法也救不了你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是不是不卖脸好一点？卖脸他不能神抽吧，怎么也得卖，这一样。老虎人家那三弓也能打我脸，我清不掉啊。音乐城永不陷落。大哥呀，抢血了，城墙。好的，哎呦，我都不敢打脸，这你怎么闹啊？他们蒸发怎么办？大哥呀，来和我喝一杯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反正也不差这四点血，人家24血。你的魔法也救不了你。这盘肯定是要输了，对面抽个火球就绿啊，炸弹人。哎呀哎呀，还行，你点我哪个，点我哪个我就跟你换。行行行，来大哥，死吧法师。跟他换，打脸打脸呢，我再来个刺骨行不行？哦，树智慧，绝望智慧啊，我怎么感觉是太绝望了，融合巨人，整个一个绝望智慧啊。城墙终于来了，丁狗的丁啊，突出一个丁啊，打四是吧？得解，得解，看是不是法术反制先。法术反制，十一。有沉默，我也输定了。我们上。有沉默，我也输定了。有羊我也输定了，就赌对面没有了啊。我们白干憎恶，憎恶这个他还不死，有没有刺杀，有没有刺杀，解的话也不行，刚才解了也不行，因为憎恶加火冲的能点锁。
看抽什么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我应该是赢了。哎呀，我算的对不对啊？酒仙撞一下，刺骨点杀了，打得不错。他剩四血，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接受挑战 ，nice， 时尚，打得不错。对面的心情一定比我差，我是这么觉得。老虎先打赢不了，老虎先打没有连击。没刺骨真的输了。神偷王这个名号嘛，也是可以接受的嘛。各位年轻人仍需努力啊，神偷的这条路上还是很远很远的嘛。哎呀，刚才那个法师心情肯定是一落千丈，我对此表示非常的遗憾。欢迎，很荣幸见到你，很荣幸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这是不是刚才那德鲁伊啊？感觉名字有点像啊，拼了，信不信？一会儿上小哥的张二师，小哥的张二师跟他拼了呀！人熊人熊，有点挠脸，必须上二吃。二吃战场是根本不虚。这样的话范克里夫就变两费了，下轮三费硬币一下是吧，刺骨一下，范克里夫一下。哎呦大哥，五拉八，古拉八解不了啊。我算算啊，三加四是七点，可以解，可以解，但是费用不够，费用不够，那你也没招啊。硬币、刺骨、大饭也不行，关键解不掉。我想。可别自信炸弹人了，忍一手，忍一手。明月城永不泄露。对不起了，二师，可能下轮也要躺了。不过我下轮能解他，所以我对不起了二师。二师帮我省了一费，可以接受。杠五是吧？有点实力啊，对手也是。像我这种连解狂魔是一定会连解你的，知道吗？古拉巴什狂暴者，知道吗？古拉巴什狂暴者，知道吗？我是阿格斯之盾。哎呦喂，我是阿古斯防御者是吧？记住，先用圣盾把他撞了，炸弹人炸一下。想把什么炸平吧？有点可惜呀、啊，没炸死。
不如背叛。刺骨流了。打得不错。下轮连结不行吗？下轮连结不行吗？两次骨。想想啊。上一个大饭也行。嗯，一张，两张，可以上个大饭。兄弟属于兄弟会，记住，奎尔萨拉斯上六钢六，收工。下一轮上大表哥，丛林猎豹，不伤剑圣，可以解。我好想上个这个战下场，我觉得不错，是吧？想想。我想算了，就表哥吧。我们上，卖脸狂魔根本不行，主要是舍不得他一个四二就撞我四点血，你知道吧？还好他用一个横扫清不掉。应该如何应对？我觉得这盘十一胜优势正在向我这边倒，我现在有两个刺骨，他上大树我也不虚。嗯，你管那个叫做武器，这有点凶残，比我交一个刺骨。这样碰瓷儿去，因为上巴西和上他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一攻，别人用冲锋又解不掉你的六七，对吧？魔法你又拦不住，所以无所谓的。巴西守望者嘛，就是对吧，四强一杠七嘛，对吧？巴西守望者，我的解释应该很清楚，对吧？笑笑吃巴西我不哭吗？难道一样？我是不是可以独刃？血吼必须大德呀！四强一杠七嘛，四费一杠七。我疯了，我点苦痛十僧，我疯了呀。
对面九费上大树，还有的打，不上大树肯定差不多了就。我还差刺杀没抓着呢。嗯。横扫，嘿，横扫扫这个，嘿，不错，赚大，上大树他也完了，真的。相信绿洲咬人下巴，绿洲咬人下巴。十，十三死不了。死不了我也拼你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天，十九血，你怎么可能一轮打得死我？巴西利亚在此镇着呢，一七看二七，谁也别虚，我跟你说。绿洲咬人下巴，根本不虚，好吧？我承认。打得不错，十一杠二。不错。背水一战啊，最后一盘了。背水一战。哎，我忍一手，忍一手，忍一手，缓一缓，让那些十二胜的小伙伴赶紧先过去啊！好，谢谢术士梁轩和迷了路送的。嗯，让那些十二胜的猛男们先过去，好吧？剩下都是十一胜的萌妹子，都是十一胜的萌妹子。哎嘿嘿，别卡行吗？别卡行吗？虚的不行。Valila， 对阵 Valila。当心你的背。土豆炼金术师，居然是一场 ZVZ， 你敢信 ？ZVZ 呀、啊！好评，二吃已就位，根本不虚啊！求背刺，啊，不是吧？很荣幸见到你，虚到了吗？虚到，你打个抱歉，我瞅瞅。很荣幸见到你，不可能虚到，上二吃。没有背刺他就可以退了，这盘就指着这个二吃混了，没有背刺你就可以退出游戏了，好吧。刺骨给解了 ZVZ， 我有毒药啊，别上乱上怪。二吃换到一张刺骨值了，没错，突出一个值。我告诉你我有毒药了，但是我解不掉了。大哥别这样好不好？哎，我觉得我不亏啊，这局面我手牌很好啊，现在再来一张刺杀或者刺骨就更稳了。跟我换了啊， Stingo 吧，亏点也得上，也得上。允许你连解，好不好，年轻人？允许你连解。我要上大范，大范克里夫。军区特工不错，裸上的还是裸上？
哎呀，我想回到家刺骨吧。我们上，允许连接，我也允许自己连接。大范，我怎么也想混个六六啊，思思太亏了，而且上思思也会被他解掉。月城永不陷落。怎么对面都是这个牌啊，我这很不开心啊。我就上个思思。这个局面就没办法，因为对面没怪，所以我上个四四不亏。艾德恩·范克里夫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大表哥没刺杀就不好玩了呀。我的名字叫做麦脸狂魔，都是些你提的渣子。张大哥被刺杀不就绿了？音乐城永不陷落，这么多音乐城卫兵啊！那绝对我优势啊，我手里有武器啊。后面一堆嘲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，同志们？表哥，连接，我无法证明。下轮就复制啊！下轮就复制了。侍从，刺杀我就崩了。刚才那盘刺杀我也崩了。好的，我已经没办法，五六交换，又让我卖四血，是不是人啊？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人啊啊人啊啊人啊啊人！把扳手递给我。不是发明家，四股，六七 ，OK OK， 四股可以，四股解四二。六七吃四四，林顺风，老牛在腰间，我是一点儿也不虚。打脸是什么心态啊？只有我这才有最好的买卖。加基森，我来看看。冷血，这哥们也是蛮拼的呀。你有逆隐，我算你赢一半，行吧？你有逆隐，我算你赢一半，好吧？你会使用四星配合？四杠八呀，打得凶残啊！我闻到，哎呦喂，大哥，对面玩的好凶啊！信不信我无面复制一下？撞一下。嗯，先炸吧，先炸，这应该炸不死我的小伙伴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想把什么炸平吗？一个，两个，漂亮，完美解。嘿，给我点时间。我们上。跟你拼了，把隐藏那个炸死，我就特别的开心。冲击一下十二，冲击一下十二，橙卡品质这场比赛表现都非常的好，无论是二吃大饭，还是你看脸是错误的，下一张就是刺杀，不是下一张就是嘲讽，你看脸绝对是错误的，一定是嘲讽 ，nice。根本不虚，
哎，我打的有点错，我应该用一先撞点。算了算了，我抬回去，已经不重要，不重要，这都不重要。平了。圣光会庇护我。好开心啊！发生这种事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痛苦降临，不张牌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没有嘲讽了呀。你准备好尝尝这个？该收钱了。音乐城永不陷落。没必要过那一张牌啊，背叛干嘛过？非得背叛一张牌啊，没必要。刀扇，哎呦，好疼，好疼！不是刺骨吧？科多 ，nice， 打的不错，打的不错，十二胜。看我口型，十二杠二，金色疾跑。就今天发微博怎么说的？今天发微博怎么说的？十二斗，转斗之旅，对不对？十二声转斗之旅，稳健的稳。看看给什么？送零食啊！今天你们爱吃什么零食啊？看看打什么的多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支持。这个星期第一回十二胜啊，肯定不是最后一回啊。爱吃肉松饼是吧？燕麦巧克力是吧？行，送肉松饼燕麦巧克力。送多少呢？你看看开始，两包。245块钱加两包，还有一个金色毁灭之刃。